个声音 ，Oh my god！芊芊呐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、先刷介绍，予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就是这里吗？我今天有一个秘密任务，这是哪位嘞？哦，奥兹卡·艾基。我今天这个秘密任务到底可不可以成功呢？出发，这是我的飞行物，有点丢脸，有点丢脸。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秘密任务的一个地方了，究竟这个往下走是什么神秘的地方呢？一个 staff， 究竟今天秘密任务是什么呢？有没有又越来越好奇了？哎，这我胸前吗？大家有 feel 吗？お疲れ様です。はい。お疲れ様です。もやもやず。哦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秘密任务。大家好，我是芒子。进度都几张耶！今天来看摩鸭子嗓的表演。上次跟摩鸭子嗓合作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一直都会有公开的表演，而且是每一周都有的。哦，我没办法认真看他的恋爱，太漂亮了。大家希望千千有乐西过那个什么？哇，我好兴奋哦！今天要来看大家的表演，很期待。嗨，嗨。小吃小吃，小心一兄弟ですか？嗨，干巴爹。他这边会有就是写说，就是比方说这个照片1500块，1500块，他会附一张这种券。哦，这个券，对，这个券就是这个，这个券就是这个。一张的话，你可以照相，就是用你的手机拍他们。嗯，然后你想跟他是拍他们，对对对，跟合照不一样。合照的话，你要2张。哦。Okay. 我已经拿到 Ella Balenci 的手灯了，等一下要进去 ON， 而且呢，我本身是有学应援舞的，兴奋。刚刚在那个 Ella Balenci 的表演里面遇到了台湾人。嗨，大家好。看完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觉得曲风蛮帅气的，所以很值得来。对，很值得来。对，大家有兴趣，真的一定要来体验一下日本的偶像文化。新口味葱油辣拌面，油葱葱酱香气浓郁。纯酿酱油提香，滑顺的口感搭配手工日晒 Q 弹的面体，拌面之后再撒上特制油葱酥，细致的口感跟味觉的一个全新体验，好好吃哦！水水造咖出新口味喽，葱油辣拌面全新上市。
们就顶多多指教。卡哇伊，这是我第一次看那个 idol 的表演，我真的在现场，我鸡皮疙瘩一直在起来，超好看。它的买票非常方便，是它不需要像如果我们买其他的是需要日本的电话。但是我跟大家说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有申请拍摄的时候，我们继续拍。如果大家之后想来的话，就是来看现场。然后我想要问摩亚子，想说哪里可以看得到你们就是团体的表演的资讯？ライブもう毎週やってるので。ぜひ台湾の皆さんも見に来てほしいし、はい、結構配信もあったりするので台湾でも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。詳しくはね、もやず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とかをいやホームページを見て。大ちゃん行ってないよ。而且还有这个手灯，真的很应援棒。ライブに来てくれて、ピンクの振ってくれたら絶対に見つけます。他们的团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代表色，所以他的手灯也可以各种不同颜色。大家就是这样子举之后，他就会对着你散发爱心。然后呢，刚刚摩亚子想表演完之后呢，他就来带我他下班会来吃的东西。而且据说这间店非常厉害。ここは日本でも有名な。有名な焼肉屋さんです。そう、てんてんがこの間あの動画すごい良かったよって言ってくれて、この店気になるって言ってくれたから、はい、今日ここを選びました。はい、大家一定要去看那支影片，最近可以上一下。那支影片模样长超级可爱。因为我们现在毕竟在等餐上嘛，我们就先来喝一下摩亚之上的酒。喝一下。好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啊！倒霉，倒霉，倒霉，不得了，倒霉！哎，倒霉！不是我干吗？这个不能摇，摇以后会爆炸。哎，嘣嘣！啊，倒霉，倒霉！大丈夫，大丈夫。哦。哦，它是浓稠的，浓稠，对对，浓勾。好梦幻的酒哦！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嗯，素晴らしい。素晴らしい是笋子吗？那笋子怎么讲？素晴らしい，あ、素晴らしい、素晴らしい啊！あ、素晴らしい。哎，好甜。嗯，那它旁边的小菜有一种韩式料理的感觉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 COS 的第一个前菜，它是生的牛肉配蛋黄。いきます。哇！哇！幸せ。幸福。幸福。它的蛋黄超级黄，超级浓的。これいつも私もお家でお取り寄せしてるぐらい一番美味しい。干杯。干杯。好嫩，然后那个蛋黄好浓郁，配在一起刚刚好。嗯，我今天怎么一回事？我看了摩亚子上的表演，满满的充气之后，哎，不是充气，获得满满能量之后，现在又吃了这个，哇，今天值得的。哇，吃完了，怎么这么快？那不能觉得。我们讲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担心吗？山芋，山芋，大好きなの。这是那个山药。山药，耶！山药黏黏的，有点辣辣开胃的感觉哦。牛汤，牛汤，大好き。哇！而且它的那个牛舌，你看它是有一点厚度的这种。牛汤中でも一番美味しい場所。我们要等下跟牛拉鸡了，好期待哦！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Q Q 弹弹的，然后又非常嫩。我刚刚想说这么深 OK 吗？就完全可以耶，立刻再来烤第二轮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。我加点柠檬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这个声音 ，Oh my god! Oh my god! 感心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，楽しい。嘿，啊，哇哇哇哇！没打没打没，哈拉比横膈膜，我的最爱。
摩亚之声，爱斯德鲁。我爱姐姐。我不要回去了。我们再烤一下牛舌。Me too， 已经在日本了。もう日本なんですけど。哎，ダメダメ。もやじさん会觉得我的那个日文很像おじさん吗？確かに。こんなに可愛いのに、ちょっと中身はおじさんの部分がある。他说你很可爱，但是你的就是灵魂吗？对对对，可是你的里面好像是一个おじさん。哦，もやじさんこれ、きれい。这个寿喜烧。焼肉。すき焼き，这个是寿喜烧，就是它的 course 里面的寿喜烧的部分，所以它刚有附了一个生蛋黄给我们。哇，你看这个油啊！じゃ一緒にせーので持って10秒かぜよ。せーの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すご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はい。はい。乾杯。乾杯。なんか失敗した。ふわふわ。入口即化哦，和牛的味道非常的浓郁，然后又入口即化，加这个蛋黄浓郁的感觉配在一起。一直逆上去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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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初はグー、じゃんけんぽい、あいこでぽい、あいこでぽい、あうわぁ、うわぁ、おいしい、はい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、はい、はい、あ、ね、これは、チヂミ、韓式チヂミ、韓国語煎饼的是，你在在干嘛？韩式煎饼，而且它外面有那个小虾米，你有没有看到吗？有点像文字烧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嗯，它里面有那个鹅啊呢，好好吃哦，也要去超鲜。可以，哦，我的呢？哎，可以奈，阿斯米纳斯，还是得喽。エビと、哦，セーフ。我有两个卡其，台湾的蛙煎个好き，蛙煎美味しい。啊那个，哇，卡路比，ロビ，日本語読めるの？50音。すごい。50音。びっくりした、すごい。50音勉強します。一部すごい。啊，我有念对吗？念对，念对，全部念对。要不要先吃瘦的，再肥的，再瘦的？你们两个讲的话完全一样。哦，真的吗？先食べてる。哎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们两个想要夹的东西是夹一样的。嗯，这个的肉味很浓，因为它比较瘦，哇，咬起来有嚼劲，但是嫩。那我们继续下一个，好吃，卡路比。嗯，我是。我要是想推荐的，那默默蒸的那个生蛋黄超好吃的，那一周内脏，我来帮忙。男友力又来了，这个是肝的部位吗？レバー，レバー，これレバー，嗯，冷面。全部一口だから。嗯，那个肝超好吃的，这个肝的味道没有任何腥味。烤一下这个，这个是大肠，对，大肠的日文怎么讲？臭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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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なんだっけこれ？臭臭臭就是很舒服的意思。啊，大丈夫です。愛してるで。愛してる。那摩亚子さん，我特别喜欢吃哪种类型的食物吗？ひだこポン酢。啊，私も。河豚白子，好吃。Oh my。
比较好。那磨鸭子长通常如果在那个活动的期间都会吃什么东西？結構大体なんか揚げ物の弁当とかが用意されてることが多い。炸鸡便当大丈夫？大家去看影片的时候会发现，它的那个现场的活动量其实非常的大，所以炸鸡便当通常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哇，那个味道会比较重。でも私はあんま気にせず食べちゃう。大腸です。はい。很肥很嫩的大腸。ぜひ台湾大腸面線これ一番。まあ面線大好き。食べて大好き。あ、美味しい。面線を食べにまた台湾行きたいぐらい。ぜひ行っ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行きます。韓国豆腐湯スープ。幸せ。幸福。あ、カキ。カキ。またカキ入ってなかった、こっちにも。タマコない、カキ。我今天是カキ王者哎。磨鸭子长有没有遇过什么应援，然后非常印象深刻的？因为我发现，我今天看表演的时候，他其实是非常近距离的一个表演。いっぱいいるかも、でもみんななんか個性的っていうか。因为我今天看应援的时候，有一个举粉红色的，他就是很用力。我那时候整场看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盯着他看，因为看他很用力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不行，我也要比他更用力。我就想说，我的应援不能输他。那在台上听得到吗？めっちゃ聞こえるし、めっちゃ見える。那大家应援真的要认真，因为呢，我一直以为在舞台上，其实偶像在上面是看不清楚的，就没有很清楚，所以大家应援要加油。哇，这个大蒜超大一片的哎。咸度刚刚好，然后那一入口的时候大蒜就会冲上，但不是新口的那种，是大蒜本身的香味。これ食べるなら一生デートしなくていいやん。啊，ダ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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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心脏的部位。不漏不漏，啾啾。心脏很有嚼劲，但是 Q 的，大家心脏不能烤太久，他心会碎。気をつけて。和牛的那个咖喱饭です。カレー。カレー。おいしい。おいしい。它的肉味超浓的，而且咖喱不是那种会抢走肉味的那一种。おいしい，めっちゃおいしい。これはうどん。うどん。乌龙面。乌龙面，乌龙面，乌龙面。阿贵，阿贵，阿贵，有一种开胃的感觉。它这个乌龙面有点神奇，是通常韩式不是都会很重口味吗？可是它还是吃得到它本身那种味道，它咸度很刚好。磨鸭子长要示范。これ。はい。哦，オープン。大丈夫。酸っぱいの美味しい。这是我们最后一道咸食，就是我们的冷面。我们吃完所有的重口味之后，最后它就用一个冷的东西来做一个结尾。嘿，咦，嗨。很清爽哎，因为我们吃完所有的重口味之后，最后用这个当结尾，超棒的。磨鸭子长有喜欢的那种日本拉面吗？中本。辛いやつ。辛いや，很好吃，它的泡面很好吃。那磨鸭子长可以吃到北极星最辣的那个程度。一番辛い。大丈夫。すごいね。中本的最辣我其实没有办法接受哎。哦，那磨鸭子长超强哎。哦 ，ice cream 的。ice cream。ピスタチオ。哇，最后用开心果当结尾太棒了吧！ピスタチオ最高，ピスタチオ最高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们今天跟着磨鸭子长去看他的舞台表演，大家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下面会放链接，大家一定要点链接去看他们的那个 idol 他们 team 的那种表演。今天非常谢谢磨鸭子长
推荐我们这一间他下班之后会吃的东西，没恰欧西。我其实还蛮惊艳的，因为其实我非常常吃牛肉的料理，但是我今天完全有被这个 cos 给惊艳到，因为非常的香，非常嫩，而且它的起承转合非常的完整。最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，你们以为我今天就只有跟着摩亚子上看他表演一整天，跟着他下班吃饭吗？当然不是这么简单，当然不是这么简单。日文怎么讲？ただそういうことだけではないです。他有こ、はいはい。想要请问摩亚子上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？もちろん。もちろん。那摩亚子上你有信心吗？嗯。あります。あります。小心的，我们的肉粽星球的人，我们要来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小心了，我们要来跟你们对决了。喂喂，Q。